天下午彩排的时候啊，我们已经先看过了。对对，精彩吗？精彩，彩排完。是第一次露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点点害羞，可是露着露着就很习惯了。是是是是，我啊，轮到你了。哇，来了！现在身上变很多肌肉，这倒是、没有啦，我变瘦了啦。变瘦，变瘦就会很多肌肉吗？对，是吗？真的，我看看。哎哎，最近我的演唱会，他们都一直在喊，你不可能吧？你们要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这个只是五月天的票而已。对啊，五月天的票，你们想看那个光良演唱会上的那个最精彩的部分？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啊，我们已经先看过了。对对，精彩吗？精彩，彩排完。我知道好像怪兽不是也有吗？肌肉啊？没有啊，我是听沈明说你也有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说现在要给大家看的意思吗？不用了，没有没有，不用。除非你想，等一下，你太原开过演唱会了吗？还没耶。还没哦。我有机会吗？你会来吗？我想来啊。你会来就跟大家约好，约好，就是用你的这个腹肌作为一个约定。用腹肌作为约定。坦白说，我没有想。今天先看两块，然后下一次再看六块。是第一次露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点点害羞，可是露着露着就很习惯了。跟太原的朋友，光良演唱会是不是来定了？哎呦，这个太棒了吧！好，不要漏过太原这一站。对对对，大家今天只看到两块而已，肚子还饿。是是是是。我啊，轮到你了，什么啊？怪兽，怪兽，哇，来了！哈，刚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刚刚就这样，我会变成。